说，衣服是相亲，你陪我吗？直接开我车去呗，我给你接走。这这人不会啊？小姑娘，跟我来。哇，这分体式大灯好帅啊！这是新宝骏 RC5， 金辉矩阵式进气格栅，硬朗腰线，贯穿式 M 型尾灯，倾倒众生，开上它告别数位，变身型男收割机，试试。嗯，还是算了。我这种新手小白不敢开车，怕什么？上车，配备 L2 级自动驾驶，不仅能根据路标判定车速，还能在过弯时控制最佳车速。碰上堵车能自动跟停，让你的右脚放松放松。车道保持辅助和自动紧急制动，让你在安心驾驶之余，新宝骏帮你避免危险。精致缝线，软质用料，油顶换挡，争分夺秒。而且这台车真的非常懂你，打开空调，放首音乐，顺便把家里的扫地机器人也开一下，还能这么贴心。我好喜欢他啊。即日起参与新宝骏一元普及计划，前10000名车主将会获得10000元补贴。我是第3位智能先导者，我为国产车点赞。